送嫁妆本来的用意很好，当儿女成长出嫁的时候，做父母的赠送若干金钱和家具来帮助成立小家庭，代表着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关怀和爱护，但是表现的方法常常变质，成为炫耀财富和女方对男方的一种安抚。在今天，不知道多少父母为了嫁妆而伤脑筋，要想尽方法来打肿脸充胖子。其实做父母的应该了解，让儿女接受完整的教育，知道做人做事的道理和学识，就是一份最好的嫁妆。